我不想麻烦同学，我是一年级，他想喝水的时候他又不叫我们，他一直憋着。我说如果你想上厕所的话，精神叫我们。他有困难，所以呢我们大家都要帮助他。我们大家都在下面玩，他一个人在教室里觉得自己很孤单，不知道干什么，所以我们就想陪他下来跟我们一起玩。 都是让他自己操心，他们都会自觉的给他打饭，给他洗碗、上厕所。没就是去，那班上的同学，你两个背的，哪个背完哪个在后头抱到，非要去上厕所的。主要反正就是，就是他的同学，因为就是，哦，换班哦，就我跟他打饭，肯定感动啊。我要不是他走，我阿我阿自己根本就读不成。